大家好，我是小苏。宝宝最近总是感冒，今天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，走吧，交给爸爸。走吧。妈给你摆了几了啊？是不是几了？还记得都已经十点了，才吃早餐了，这是几二？啊，几小孩就几点太晚了？你有多喝些啊？我妈妈就几早。妈妈不撑吃了啊，那还有了，你给吃饱啊。冷不冷？冷。冷。等待化验结果中啊，感觉好漫长啊。等等脚给我穿了那个走，蓉蓉。走。妈妈，我也冻结了。走个。你先走几头呀？闭呀闭呀闭呀，这一个妈妈都要爬呀爬。眼睛手指头呀，闭呀闭呀闭呀，这一个小花猪蹦蹦跳。三个手指头呀，闭眼闭眼闭眼，闭眼一个小花儿喵喵喵。四个手指头呀，闭眼闭眼闭眼，闭一个大老虎嗷嗷嗷。五个手指头呀，闭眼闭眼闭眼，闭一个花蝴蝶飞呀飞呀。你叫妈妈就不会变花蝴蝶，你叫叫妈妈吧。走，真的呀。嗯。走点儿嘞。飞呀飞呀飞呀，是不是？嗯、啊。一会儿结果就出来了啊。这个是平线子。哎，小龙我也给你看。你看。我给我看了。给他看了就看了，你去吧。直接把这个药房啥卡都去了。那我去医院。结果出来了，医生说缺钙，然后起了一兜的药。